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。王一博，最简单的造型，最深情的告白。王一博接连参加了央视的百年礼赞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，和周冬玉、清华大学的老师们一起唱响年轻的朋友来相会，拉开了中央电视台庆祝这一重大节日的序幕。随后王一博又参加了天天向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特别节目，让红歌一次次唱响在时空中，成为高昂的旋律。王一博如今作为优秀青年的代表，更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楷模和榜样。他的刻苦努力、低调内敛的性格、强大的号召力和支持率，让他在青年人当中更有发言权和话语权。特别是他一次次正面角色的扮演成功，为他的个人形象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在这次天天向上的特别节目中，王一博用最简单的造型，白衬衫加白 T 加牛仔裤加运动鞋的搭配，来诠释最深情的告白。在这朴素的造型中，我们依然能看到一个偶像的正能量形象和造型之外气质、气场的力量。当一个人内心充实、自信、阳光的时候，他的周围仿佛有一道光，给人踏实感和力量感，让人相信他的言论和行为的正确性和真实性。这是偶像的魅力，更是做人品质的魅力。越来越正的形象也让他有霸总的气场和顶流偶像的高度。王一博在这期节目中，造型不可谓不简单，白 T 加牛仔裤加白色运动鞋的搭配是经典之中的经典，有着张扬的青春气息和磅礴的潮气感。因为白衬衫的加入，让这套造型更有正式感和闪耀范儿，让王一博的肤色和白色相互闪耀、相互辉映。在这套造型中，这款湿发的板寸更符合此情此景的气质范儿，硬朗个性风、英气十足的挺拔感，让他更有男儿的豪气感和有为青年的即视感。湿发的细节让时尚感和潮人风悄悄地注入每一个细节当中。在这套造型中，白色是主要的色调呈现，它让王一博白皙细腻的肤质得以完美的呈现出来，也完成了一个有为青年的形象感。特别是裸妆的效果和眉眼自在的自信，让这套造型更加有闪耀的光芒感。这款略修身的牛仔裤，清水蓝的色调，也应和着整体的清新感和气质范儿，让酷帅和文艺的腔调共存在一个空间里。不用猜也能知道，这是无数妈妈粉心中好青年的样子，才华横溢又正能量满满，努力上进又低调内敛，简直就是按照心目中的理想模子塑造了出来。找不到不爱他的理由，只能支持他、守护他、追随他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